As the AI-powered chatbot ChatGPT becomes the hottest issue in the tech world, many global tech giants, including Google and Baidu, have announced their plans to make similar AI tools. However, many cybersecurity companies and experts worldwide have warned that ChatGPT could pose a cybersecurity threat. 最大的危害呢，可能是叫虚假信息。因为 ChatGPT 呢，现在生成这个能力特别强，它可以生成一段话，那个条理清晰，还有一定逻辑。作为外行的人来说，可能看不出来真假。那么另外两类用户呢，一个就是说现在这种网络安全的这个攻击者。那么传统攻击者，您刚才提到这个，他们可以用它来写恶意软件。当然对 ChatGPT 这类系统它也独特的安全一些，比方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其实我可以去训练它，我给它为特定的问题去引导它，说这是正确是错误的，最后把它引导了一个比较可能变成一个稍微有点恶意的，然后它可能给出来将来的这个回答可能就有倾向性的。这些系统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其实不管是给防守方还是给攻击方来说呢，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啊，这个所以就是让大家这个对抗呢其实变得更激烈一些。从本身来讲，这种人工智能这种东西啊，其实是个中立的。那么基于这个能力呢，那么可以防守者可以快速去找到可能的风险点，也可能的就是安全的这个异常的现象，甚至就是可以让这个 ChatGPT 来辅助去快速生成一些防御策略。所以这个从防守方的话，也可以这么去用它。那这个呢，现在其实攻防双方在用 ChatGPT 呢，都在处于一个探索阶段。我认为这个确实是个跨时代的一个质的飞跃。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说以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基本上是小学生的水平。那么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呢，就是 ChatGPT 呢，它其实达到了一个大学生的水平。那么它对于这种逻辑性啊，这个非常强。它首先掌握了知识量，就是已经比以前翻了几个量级。它现在有一定融会贯通的能力，所以写出来东西呢也条理性，写的非常像人写的东西。这个以前的完全达不到。而且从这具体的应用来看，我们现在把 ChatGPT 拿到，比方说以前他们也重点关注的，像网络安全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写恶意软件。那么以前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不专门去训练的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以前的跟现在这个区别在于说，现在这个模型它的这个数据量其实更大，以前是10亿级参数，它现在变成1000亿级参数。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比较新的一点就是它其实在这个模型里面引入了人的干预。这个有些报道说它实际上他们聘请了几千人的规模，这个人来帮忙去训练这个模型，就是人去提问，人来告诉你这个来说你这个模型一个回答对还是错，就不断的去训练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引入一个人在回路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所以这样的模型的就比以前纯单纯的这个数据学习要效果好更多。Some Chinese cybersecurity companies, including 360 and Qianxin Technology, have set up plans to train their security models based on ChatGPT-related technologies. 其实我们一直非常关注 ChatGPT 类型的这种大模型的发展，就是它发布之后，我们也做进了相关的这种。ChatGPT 类型的这种模型的训练，尤其是利用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知识库和这个安全大数据的一些积累，就是能够生成一些用于安全目的的这样一个 ChatGPT 的类型的这种模型。其实现在目前从初阶段看，主要用于内部的这种应用，像一些安全产品的开发，就是有帮助我们的这个安全工程师来提升这个产品开发的质量。我们的同行帮我们也发现，其实首先它呢是会帮助攻击者更快地发现漏洞，并且进行漏洞利用。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发现一个漏洞进行利用需要几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现在可能是几分钟时就可以实现这漏洞利用，对我们防护的难度大增大。同时的话，它会降低这个攻击者的这个能力门槛。就过去很多就是做攻击需要恶意软件需要很强的能力，但是借助 ChatGPT 呢，就是可以在一个人很少的这种代码知识的时候也可以写出恶意软件。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北京市政府刚刚发布了一个推进这种AI 这种应用的一个鼓励性的一个文件。其实我们一直也是积极参与这样的一些政府的倡议，我们前不久刚刚参与了这个国家工业安全中心一个发布的一个叫 AI 安全的护航计划，一方面是通过我们这个自身的安全技术来给安全AI 做好安全防护，因为本身 AI 也涉及到一些这种 AI 的一些这种模型的中毒啊，这种信息的污染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让 AI 在安全行业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应用，提升我们这个安全防护的效率和效果。Technology is a double-bladed sword, just like ChatGPT, it can be both helpful and harmful to the internet security.
What's your attitude about it?